由于东风着陆场面积广阔，地形复杂，单靠人力无法实现掌握整个着陆场动态情况，使用无人机就能弥补我们看不到的盲区，通过搭载不同的载荷，比如高清摄像头和热成像设备，来满足不同的搜救需求，大大提高了搜救的灵活性和多样性。虽然无人机搜救力量还处在孵化阶段，但无人智能是未来着陆场任务的发展趋势。截至目前，我们分队已经完成了着陆场区地形勘察、核心区清场等工作，整个着陆区周边安全无异常情况，已经做好了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。